我很喜欢来玩哦。不会啊，我很喜欢来玩啊。可是香哥，我看你失望的眼神，还有沉重的手臂，还有沉重的脚步，被你发现了啦！我是担心我的假期来到高雄会被塞车给弄跑堂了。啊，原来你只是担心塞车。没关系，只要有了这个高雄捷运卡，你想到哪里就到哪里，完全不用担心塞车。没事都可以去的，怎么会不会塞车？没有错，那还等什么？赶快出发啦！今天香草二人组就要帮观众朋友规划一个 special 的高捷一日游。偷偷跟你们说，这次行程啊，真的是包山包海耶！不但能看到海景，吃到美食，居然连赛车都出现了，实在是有够用心的啊！如果幸运的话，还可以搭上世界超级无敌可爱的卡通列车哦。 走到卡通里面，如果你带着小朋友来呢，你就会觉得好惊讶。你看地上有脚印呢，好可爱呀、啊！你看，啾啾，让我们可以跟着脚印走走走走，在这很可爱的车厢里面。而且在这每一列车厢里面呢，它的窗户、它的门呢、啊，都有很可爱的卡通明星哦。对啊，让我们觉得连搭捷运都很开心。 话不多说，马上前往今天的第一站，也就是位于高雄车站附近的科工馆。这里面啊，可是有很多高科技的体验活动，其中人气最旺的就是这个月球漫步。游客们只要穿上特殊的装备，就可以化身成为阿姆斯壮了哟。 怎么那么丑？跟着荧幕啊，我们的兔子有在前进。有三千个！哎，你们给我好好跳啦！大家都知道，月球上的引力只有地球的1/6，所以香草二人才会轻飘飘的啦。 好啦好啦，香蕉，赶快降落吧！还有男生们最爱的战机飞行模拟器，要是错过就太可惜喽。唉，玩的有点累了耶。香蕉，买点水来喝喝吧。李武老师，你们这有透明的贩卖机耶？不行哦，就是我们告诉观众，一度水到底有多少？它一度水就是这么多，那它是1000公升哦。那这么多的水都用到哪里去了？ 洗衣机，那马桶，我们冲马桶的时候，我们冲一次就15公升了。根据调查，台湾一个人平均4天就会用掉一度水耶，比起其他国家可是要高出了许多哦。想知道水去了哪里，或是各国的储水庙方吗？香蕉草莓交给你们啦。这感觉像就是佛跳墙吧？这是斯里兰卡用来储水的水铺满，这也是用来储水的。 所以就是老天爷传他的水在这里面，我们帮他做一个铺满。对，还有这个来自智利的捕雾网也很特别哦。原来啊，当雾穿过捕雾网时，雾中的水滴便会附着在网线上。另外，像济州岛的储水妙方，就是把稻草绑在树干上，利用稻草引流特性将水聚集在瓮里面，超级有智慧的。重头戏要上场喽！ 风雨体验屋，现在要出现喽！耶，好棒好棒！我看我们可以玩了。小梅，我们有两个工作人员，他们很想玩的，名额又只剩下两个，是不是要让他们？啊，谁？就是布莱恩跟布兰妮，他们两个，太棒了！他们真的很想玩哎。我想玩，我想玩。 草莓，你就体恤一下辛苦的工作人员呐、啊，让他们体验看看强风豪雨的感觉吧。入场前，先帮他们加油打气吧。1、2、3，加油！加油！加油！就看你们了，来，两位吗？请进。上。接下来，我们可以看看布莱恩手上的桶子，可以接到多少的雨水呢？对啊，他们现在手上的那个桶子是空的。有雨吗？啊，有了，有了。 哇，那就像在雨中嬉戏的一对可爱的朋友。
真的是太惊人了，在短短20分钟内，体验屋里面的风速会从1级增强到10级，雨量啊更会暴增到300毫米耶！哇，武士兄妹加油，一定要撑下去啊！现在是9级风跟300毫米的雨量，好夸张啊，不然还会非常夸张。报告报告，现在记者所在背后位置已经得到10级风速了，这样的风的声音。是的，赶快来关心一下富士兄妹情况如何。水那么多，我们丽姐归来了。你们两个还好吗？它里面放了超欢乐的音乐，我们一开始在这里面觉得好开心哦。那真的是刚才挤满的，我们淋了就这么多的水。后来你们任务有达成吗？就是在7级风的时候把手机打开自拍。我们想要看那张照片，拍不起来，拍不起来，雨太大，手机都抓不稳了。请让我们掌声鼓励，赶快让我去吹头发，出发！下一站我们要前往的是西子湾站。听说啊，出站后只要走10分钟，就可以看到美丽的海景，吃到新鲜的海味哦。老板娘，听说西子湾捷运站这边呢，有一种吃一只就会饱的黑轮，也拿给你们看。哇！比我的脸还长哎，哇，而且很烫哎，不是哎。我想这个应该不用吃一只，吃一口就饱了吧。有一个破纪录，一个人可以吃5只。吃5只。这5只不就整个占满我的脸吗？太厉害了，这根本就是小世界的金箍棒嘛，好厉害哦！看看这金箍棒比一般欧莱足足大上2倍耶！要是不爱欧莱也没关系，这里还有美味指数破表的甜不辣，我们的招牌甜不辣。哇，这是烤的吗？比我的脸都还要大嘞，真厉害！看我的铁扇公主被吹走了。哇，你们这个根本就是《西游记》里面的食物嘛。对呀，根本就是为了我们量身打造的嘛。哦，我也好想来一口哦。口供。不会因为做了大味道就跑掉。还是很棒哎，里面那个鱼香的味道啊，满满的在嘴巴里。蘸酱。讲话吗？知道里面了。是咸鸭蛋。哦，里面还包鸭蛋，吃这个太过瘾了吧？这个吃半只就饱了，那你吃看一下。好，这个甜不辣是卡滋卡滋的，我没有吃过哎，而且这很特别的是。外面说一定要说它是外酥内软，而且很特别，是上面有撒花生粉呢，所以吃起来有点甜咸甜咸的好滋味啊！大家有机会一定要来品尝哦！哎，我说你们不要再闲晃了啦，帆船教练已经在港口 waiting， 准备带我们出航啦！这个船就是我们一个人的家，嗯，所以你要上船前一定要先跟主人。先征求他的同意，我们可以敲敲船。哦，敲敲敲，对，敲敲门这样子。可以吗？那我要去敲喽。不用敲啊，主人在这里，敲干嘛？真的吗？问他就好了。Can I get on this boat? Yes. Oh yes. Only you. Only you. Only.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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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h no. Thank you. Oh, thank you. Italy from. Italy. 他是从意大利来的。Name me or boat? Boat. Nausicaa. Nausicaa. I'm around the world. Around the world safe. Wow,、so、really? Many lives. 翻译翻译，这条船已经 around 很多很多里了，所以船已经开了很多很多很多的地方，非常难得也非常漂亮，所以欢迎我搭乘哟。哇，原来真的有人利用帆船环游世界，而我们这次要驾驶的帆船因为刚好停在马切洛先生的船旁边，
依照国际礼仪，必须先知会获得许可后才能登船。我真的太拉风了，我第一次站在船的这么前端呢。Hello！ 是高雄最有名的建筑，八五大楼，船真的会晃来晃去。别玩啦，你们两个该上工喽，快帮教练扬起主帆吧。我们起主帆，来用力。辛苦了，用力！你今天没有吃饭呢，强哥哥。这个很大力耶！黑了，他没有在靠引擎动，他有引擎动。是的，风帆正是帆船行进的关键所在。每当风正对着风帆时，会造成受风面与背风面气压的落差，因而产生强大的推力，帆船自然就会行进。若是风向改变，船长只要立刻调整风帆的角度，不然永远都到不了目的地哦。转了，真的转了，转了哦。好，放掉，全部放掉，你拉。快，快，快！这样我们就开了前帆跟主帆都打开了，哦，真的，而且速度真的就变快了，就差很多，对不对？好，放掉，全部放，全部放，动作快，动作快，动作快，其实这个船一个人开就可以，所以你这边要弄一弄，然后这边开一开，这边再弄一弄，那不就很忙？还好啦，然后你看我们现在风从这边来啊，对，可是我们一直往风来的方向前进，对，好特别，就之字形的这样一直前进，哦，之字形的，对。我觉得开船真的很酷很帅气耶，不难耶，前面的不要挡道哦，好不好？那我跟教练像不像？我是顺手。你们两个干嘛停扣子啊？来，向左，向左，是是是是。Peter 教练，所以真的来这边玩啊，是就算他本来不会开车或不会开什么的，都可以开船试试看，都可以尝试看看，只要有专业教练在旁边都可以试哦。对对对。风好像有点大，对，你可以告诉我现在我要开去哪里吗？也要向左了，我要向左，那边要放掉，这个要放好吗？好的，这个我来。哦，好，那你们加油哦，好不好？啊，你要过去这个？哦，是，我敢。好，好了，好，可以回正了。你们不要紧张，回正是回零度哦。你看路就好，你不用看那个。看路就好。我们常去一些小岛旅行。真的吗？哪里有小岛？像是澎湖啊、小琉球啊，真的哦。蓝屿绿岛，也可以去别的国家。教练还说啊，现在有超多家长都会带着小孩来体验帆船运动。哎，我说草莓啊，这船怎么被你开得有点歪歪的？现在已经很斜了呢。我们快到水里了，尽量没关系。对，这个船不会翻，你放心。别怕别怕，帆船底下有个重要的装置，叫做龙骨，它可以帮忙稳定船身，保持平衡哦。算算时间，出航也一个小时了。相隔一站的美丽岛站附近啊，有一家开了60年的早餐宵夜店哦，赶快去瞧瞧吧。不过我看到一样东西，上面竟然有我的名字哦！大姐，这是什么蛋糕？香蕉条，香蕉条里面包红豆，好吃吗？很好吃。最特别是不是这个红茶牛奶？所以红茶很出名，在高雄很出名。嘿呀，来到这里，他们用古董面包机烤出来的糖霜吐司也是绝对不能错过的哟。不一样哎，它这个红茶牛奶，它的那个茶香味很重。你再喝一口。你有没有觉得有一头牛从我们背后走过去？天哪，这个牛奶喝起来好浓，好香哦。很香醇。因为他们说啊，牛奶可是每天早上新鲜从牧场送过来的哦，所以真的是最新鲜的牛奶。红豆，你在哪里？我来试看看。哦，在这里。味道，它蛋糕很嫩哎，它很像鸡蛋糕，然后里面包那个红豆馅，其实它应该算是一种香蕉造型的铜锣烧吧。
真的吗？味道不错哦。至于这外表看起来很朴实的糖霜吐司，里头抹的可是来自纽西兰的牛奶油，然后再撒上古早味糖霜，咸重带甜，非常美味。重要的是啊，这家店营业时间从清晨开始，一直到隔天凌晨，半夜也不怕饿肚子啦。哎，这捷运站里面有什么值得看的东西吗？这一幅作品啊，它到底有多高多宽啊？它大概是9公尺宽，然后12公尺高，很高哎。通常这种这么巨大型的艺术作品啊，都在国外才看得到，想不到啊，在我们高雄的捷运站里面就有哎。对耶，而且看起来有一种抽象的美感。你有吃过那个热狗堡吗？中间这边呢，然后把它取中间这里吗？这边是生菜。这是热狗，旁边是面包，很有想象力了。它的造型呢，总共可以分成3个部分。我们看到上下两个有咖啡色的部分呢，对，它象征的是土地。然后中间两节呢，它看起来像海浪，它其实象征的是变化。中心的部分呢，可以看到很多颜色，高高低低的部分，它就是象征了繁华。而且啊，这幅由知名陶艺家朱邦雄先生所创作的《天工开物》，可是高雄捷运众多公共艺术中唯一一件 Made in Taiwan 的作品，相当厉害哦。而且我有发现啊，为什么它真的是一块一块方形这样组合而成的？它是9公尺、12公尺，所以它必须要把它切开，切成一片一片的，才能放进窑炉里面去烧。没有办法整片，没有那么大的窑，对，没有办法整片进去。同时把它切开来，也是预防它在地震的时候，东西会互相撞来撞去，一大片的东西很容易裂掉。对，我们把它切碎碎的，它就没有裂掉的问题。如果你下次啊有经过这边，你也可以来用手摸一下，感受一下这里艺术的气质，然后看看它究竟长得像什么。如果还想要多看看其他的艺术装置，建议大家还可以去试运站走走。不论是手扶梯两侧的墙面，或是月台上的天花板，都有充满绿意的彩绘图案哦。这手扶梯啊，你看一下两边，它就有很漂亮的彩绘玻璃。对，他们说啊，这是用2D 跟3D 的光影交叠而成的，让我们仿佛在树林里面的感觉。所以呢，你坐的这个电扶梯就好像一路要往雨林里面走。通常一天能搭乘到3铁、高铁、火车、捷运就已经很厉害了，但是桥头糖厂站偏偏还多了一铁，也就是早期糖厂用来运送甘蔗的5分车，每逢假日啊都有行驶哦，可以在一天内体验4铁，实在是太酷了。5分车为什么会叫5分车呢？因为它的轨距啊，就是国际标准轨距的1/5左右，所以就是5分车。而5分车的终点站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，花卉中心。这里啊，不只有漂亮的花海，还有许多游乐设施。啊，要从哪里玩起呢？不如啊，就从园方最推荐的视觉迷宫开始喽。再前进就可以增加这个迷宫的乐趣哦。骗人啊，我才不信嘞。那究竟这个迷宫最好玩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啊？在它颜色的变化，因为它的色彩是非常的缤纷，你们有可能如果对色彩敏感一点的话，走一走会稍微有点头晕哦。有事了，它没有路了吗？铜板出来，有标志啊！我大哥走，跟我们走。你是什么？什么大圈圈的？哈哈，恭喜你们选到的是一条无限回圈的路。
哇，无限回圈呢！视觉迷宫果然不简单，路径复杂外啊，还运用了线条、色块、图案来混淆心思啊！我看还是拜托大哥带你们出去吧。成功了，回来了，终于回来了。我没有被困在里面，不简单呢，不简单，不简单。如果你没有在里面，还真的很难出来。嗯，而且每个区域都有不同的设计，感觉真的很有趣哦，所以下次一定要来挑战看看。好的，紧接着再来挑战另一个不分男女老少都能玩的赛车运动。草莓，你怎么在这？翔哥，你怎么又在这？你怎么知道是我？因为你的发带。那你怎么知道是我？因为我刘海，我要打箍啊。哦，给我正经一点啦，这个装备可是有用途的哦。这个我们都叫它帽套。帽套。是戴起来真的只剩这里而已哦，可以保护自己啦，还有刘海。好了，装备穿戴齐全，各就各位吧。一号选手草莓战斗指数4颗星，二号选手香蕉战斗指数5颗星。不过香蕉为了展现男人的气度，决定让草莓先出发。草莓能否把握机会得胜呢？好紧张哦。大家有发现吗？在驾驶座的旁边还有一个未连接任何动力的座位，若是家长想带着小孩一起体验赛车，就能选择这种车款，十分安全哦。哎，香蕉，你刚刚不是说要让草莓，怎么偷偷抄捷径啦？很有趣，这个赛车感觉很安全，好像把那个游戏的世界啊搬到现实里面。最重要的是你也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耶，两个人一起坐。啊，今天的高捷一日游实在是太好玩了，想要在短时间内玩遍高捷沿线的景点吗？建议大家使用高捷推出的一日卡或两日卡，在有效期限内都可以不限次数搭乘捷运哦。若是要搭卡通列车，记得先打电话问一下班次时间，才不会败兴而归哦。